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肖战。说一件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校园回忆。校园回忆的话，就是收到其他女生的告白。会收到一些喜欢的人的一些告白吧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就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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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有很不好意思。考一下你的饭圈用语 ZQSG。 真情实感。闭麦。闭麦就是不要说话的意思。爬墙。嗨，就是走了呗。平时是熬夜晚睡的人吗？不是，但是现在拍戏然后行程比较紧张，所以就比较熬一点。最晚睡是几点？最晚的话通宵吧。私下最喜欢做的三件事情：睡觉、吃饭、打游戏。你会喜欢撸猫吗？喜欢啊，那个手法非常的娴熟。换你输吗？手法非常的娴熟。你平时在家跟坚果是怎么相处呢？平时在家，他就喜欢，比如说我坐在沙发上看书或者看手机，然后他就会依偎在我的旁边，然后就在我腿旁边，然后就睡觉。I love you, I love you。最喜欢的三样食物是什么？火锅、川菜、面包。最想挑战什么类型的角色？最想挑战什么类型的角色？最想挑战迷人又可爱的反派角色。开个脑洞，如果蓝忘机是全剧最大反派，魏无羡会变成什么样子？正义使者。那也说不定啊，就是双本，同甘共苦吧。最近喜欢听的歌单？轻音乐。最近因为都在车上的时间比较多，然后上车就现在就想睡觉，所以就会收集了很多轻音乐的歌单。平时会用自己的表情包吗？会啊，很多很多表情包。大家好，我是肖战，关注 Infamous 世界，我在这里等你。